大家好，我是燕。乾隆的，我们今天要来干大事。为什么？你们看我手上拿这根，这里是在一个日本的餐厅。然后日本的餐厅。啊，没错。先吃了。然后呢，后面你们看到有一道河流。河流。有没有？河流的鱼，等一下呢，自己的食物呢就要自己去钓，自己食物自己钓。它这里有那个券啊，然后券可以决定要钓什么。我们等一下就来钓一些厉害的东西。它这个龙虾哦，我们券不够，没办法钓，所以我们钓这个第二号的比目鱼7张，然后可能等一下别人也会再钓一些什么。钓上来呢，就可以来看你要怎么吃。这钓了，真钓了！哇，我还真不会钓，你有钓过吗？没有啊。完了，菜鸟，等一下去钓。然后呢，它除了钓之外，也可以先额外先点一些东西啦。那因为东西先来了，我们先来吃一下。这什么啦？这什么啦？而且它有一个重点哦，它喝完杯子可以带走。杯子可以带走，完了。哎，我这个跟你差那么多。这什么啦？你那怎么？你那真坏掉了。OK。好了，我帮你喝一下碎珠。柳橙汽水。柳橙汽水。就是个汽水。嗯。好了，来看一下我们这点的什么套餐。哎，他只要中奖，别人钓中就会敲了。就会有人对，只要有人钓到鱼就会敲这个。哦。等一下我们钓到，至少要敲个5-6次。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个是4000块的一套套餐，就是一份这个加这个。这样都4000块，等于台币1000块。来了，马上试试看了。哎，有饭，好了，照吃。等一下他们说跟台湾有什么不同，就说饭很咸。饭比较咸。其实应该都大同小异，我觉得。好了，来了，小干贝。来了，愿者上钩了。我们要假装人不在，然后让他很会动的感觉。哎，直接退过哎！他们吃饱了啦！来了啦！哎！白嫖！白嫖！来了，拼的啦！人老了。哎，干贝很好吃哎！人老了。哎呦！略过我，直接略过我。来了啦！人老了，开吃了吧？略过哎。2000 years later。没兴趣是不是？就是你。干断掉了，我的干贝，我的干贝。用网子捞你的干贝。完了，被你丢掉了。完了。没料了啦！这次我们要摒弃女神。我不要吃黑色，要吃橘色。你想吃橘色是不是？橘色看起来比较好吃啊。好，你走开。黑看起来不好吃。我不要你。我要橘色的，我要橘色的。又是黑色的，怎么办？所以说黑色要不要？看起来很饿。哎，这是怎样？这是大小，。哎，燕军。合格的渔夫，哎，我怎么帮你捞起来了？这样算谁的？在你面前，哎，吃了。好了，再过。干，白嫖仔。好了，刚刚那个蠢，我们的同行友人哦，又钓到一只了。就说你没钓到。对，所以我们剩下最后的6点，因为他们刚钓的是鲷鱼。一只要花6点，所以我们花了12点，我们总共只有18点。所以可以去看一下，还有别的。这是比目鱼哎，好扁哦，好难吃哦。但是我不能钓了，要钓7张。怎么这么扁？要7张才能钓。看我剩6张。哎，这是两张的。哎，两张的，这个好像很好玩。好，现在换碎珠试试看。没有。哎，怎么都离我而去啊？很不对吧？真的假的啦？没有饵。
真的假的？这么难哦？应该可以饵吧？这很难呢，这很难呢，到底。好了，水族换我了。不信哎。好了，你跟我一样没天分。愿者上钩。愿者上钩来。不是我们钓鱼，是你钓我们。好，来。他帮我们挡住了，帮我们缩小战场。好，缩小。看来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。来了，随便捞都捞得到了。Yes。看人家捞到了。我们屏气凝神哦。哦。哇。我好像钓这个、喔，是啊，这都用假的啊，看都用假的，对啊，没 feel 了，你看没 feel 了吧？这虾子都是，来用假的，用假的，我满足了，我满足了，这边也可以啊，这边，真的好啊，比较简单一点，这种鱼呢，用钩，不配有饵，给它饵，给它饵是浪费，对，嘴巴太小了，对，它用那个小钓竿来钓，过来。右边的也是钓到，为什么右边也是钓到？哦，又钩到一个，哦，又钓到，你看连钓哎，我们怎么都钓不到？快点快点，就是我们要这样子宰鱼的方法，然后慢慢拖过来，看可以拖哪一只。哦，对，他好像也是这样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的料理鱼应该已经上菜，可以去拍。你要不要直接跟他讲这两条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，压太大。要走。换我，很烂。剩水族还没有了，剩你还没开壶了，水族。多下。哎，对，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，没有烂成。哎，水族你好快哦。还有这个可以选吃法，你看吃法好多种，唐扬唐扬，他都要挑了，我们都已经几乎每种吃法都要吃到了，那我们先赶回去好了，恭喜碎珠了，碎珠讲一下你的得奖感言，技术很重要，很快耶，我才刚上手两分钟钓到，验半小时才钓，啊这。好啦，我们钓回来的鱼呢，他会帮你做，好像可以选一到两种烹饪方式。来看一下我们有什么东西，来第一个，来过来，这个是生鱼片，生鱼片，生鱼片，这个我最喜欢吃这个生鱼片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对，这是刚水里那个，这是六点的鲷鱼的，哦，那两点的都还没回来啊。都是六点的鲜蚝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炸的。你们钓太久了啦，都吃完了。炸的，然后烤的，然后这啥？煮的。煮的啊。然后炸。又来来来来来。哦，来了哦，这样看，哎，这样看起来。竹夹鱼200点，两点的两点的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先吃。基本上就是这些了。我们先吃。好，先吃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这个钓鱼餐厅体验到的，整体体验起来娱乐感十足。吃的话还好，吃的话还行，还好，还好。你是指哪一个部分？还好，量鱼很柴。哦，做工的部分啊。嗯。哦，
来，下次你可以试试看，它有不同的餐点。我们是点最基本的4000块的餐点，你可以下次点，你看河豚套餐8000多块，或者是龙虾套餐12000。我觉得去黑门市场吃就好，黑门真的很好吃，很新鲜。大推黑门。这是我的频道哦，我可不敢这样讲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啊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里体验到的感觉。有没有看其他观众有这边体验？你可以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或者是想来这里玩的呢？好，也可以看看其他人的意见。就这样子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